接下来呢，就为大家送上这首大家都比较熟悉哈，就看到我们现场就是前辈朋友比较多，然后老板呢有交代要唱老歌哈，就是经典的歌曲，来这首《一缕相思情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对，荣光，也希望呢就是送上这首经典的歌曲，大家会喜欢，也会满意哈，一首比较经典的。虽然是想